要办一场谢平安，要热闹，要团圆，要好玩，最重要的是要平安。吃平安就是感谢天，感谢你，感谢咱家己，感谢咱。啊，阁是平平安安啦、啊！哦，今年咱永靖要阁来办社平安，大家做伙哦，嘿，足闹热的哦。有听过谢平安，但是我都在外面工作，没有实际的参与过。谢平安啊，很像过年啊，很多人都会回来。是台湾的感恩节，就像国外的感恩节一样。嘉年华。是永靖谢平安嘉年华，家是我们团聚在一起的地方。我们想呈现的永靖谢平安，就要给人像回到家一样的温暖。我们有团圆饭，有千人搓汤圆，有市集，有浓浓的人情味，戏曲的表演，还能共游夜晚的城美文化园。邀请大家来做客。谢平安更深的含义是谢谢所有爱我们的人，我们能一起拥抱，一起欢笑，一起来参加永靖谢平安。